把断了带套在轴头上，这边套轴头，这边也要套轴头，把断了带一边去一点，不要去太多，两个人，一个人拿烙铁，一个人怼上，慢慢融化。注意温度，烙铁温度不能太高，高了以后啊融不住。好的，慢慢融，不要着急，温度要高的话等一下再烫，要不然啊或者你弄点水蘸一下，让降降温。烫了以后怼上，不要撒手，让它冷却以后慢慢冷却。大约一分钟左右，烫完以后啊，把这多余的高出来的地方去掉，拿着美工刀啊去掉就可以了。